个雪下的大不大？看看，天，傍晚和傍晚一样啊，必须的，我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大鱼，我的天哪！来了，大鲫鱼，多漂亮！看，啥叫江鲫鱼？还有白鱼呢。来，大狗鱼，看，还有又来打了，晃悠呢。啥鱼？来大鲶鱼，快挂的少，快别跑了。大棍，鱼也多，棍子也多。来，这大鲫鱼多过瘾。还啥晃悠呢？啥鱼？这哪有狗鱼？狗鱼，这鱼不错吧？东北最大型冰下捕鱼，用这打眼神器，在冰上打眼，在冰下走2000米铁链的大拉网，出鱼的场面是非常非常壮观。一网最多捕鱼10万斤，喜欢东捕的，喜欢捕鱼的，对着屏幕点两下加关注，进来看。到时候鱼大呀啊，一斤吗？一斤得多呀。嗯，一斤。你看啊，过网了啊。太黑心，全是蹦蹦虾呀，你看下多少？算了，全是蹦蹦虾。全是草虾。哎，那路怎么跑了？轻易跑不了的。他这个现在鱼冻。鱼冻，我不扔鱼，冬天连冻都没起起来，就来一个，哎呦，两个蓝鳔，两条鱼。哎，好了，两个都有啊。你看你下班啊？下班一天干五个人。能不能放网？看看。哎呀，看看啊！这么沉呢？60岁老汉，看捕鱼50年了啊，打小就捕鱼，那时候用大滑鞋。咋的了？进耗子了？哎呀妈呀，这下完了，要耗客了。你说本来拿就是个漏地龙吗？新客的，耗客。唠唠吧，看看。哎，给大哥搞里了。完了，鱼都要耗死了。你就鱼挺好的。完了，四叔咋整的呀？